球迷观众们大家好，我们来到季初最令人兴奋的球坛盛事啦。现在两支欧洲冠军球队各自在展示他们的奖杯，还有就为一整个场重要的比赛做准备啦。各位观众一定要看实这一幕，千祈不要眨眼啊。我们现在一起热切期待新一季刺激的欧洲球季来临。维尔廷斯竞技场不单止壮观，还有很先进的设计。它的屋顶和草坪都是新熟悉的。嘿，哇，这么快，场波在你这一下了。防守球员有机会解围了，这个后防就发紧梦了。试下压埋去啦。佩奥尔一脚将波清走。身形占优啊，分去右翼度。啊，佢都跑咗好远下咯。啊，这个传球睇嚟唔错喎。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，个波真系要俾好啲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。剪得好。巴里斯好快咁向前传。佩奥尔简迪为脚直线，又是界外球。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可以解围啊！直接长传，黑呢个直线靓啊！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球正吹鸡，上半场够钟啦，机会唔系冇噶，但系真系硬系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睇嘅。你认为上半场嘅情况点咧？其实佢哋喺防守咧表现得几好噶，守得密密实实，完全唔俾机会对手啊。上半场啊，乜都有啦，系冇入波啫，比数仲系0-0啊。好，比赛重新开始啦。上半场两拉弓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。啊，后防踢得好好喎，完全唔俾佢咧转身起脚射门，俾人捉到越位啦。是时候要禁制换人的了，而且两边一起换波。你的换人很明显就是想加强功力。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谢拉特、马勒当拿整脚直线，这球怎么样？入了网啊，入波。这个入波的影响可能很大啊。在那一个位置真的没什么可能射失啊。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走了这个射得之人，简直是明知故犯。换多个波，在这么重要的比赛，第一个入波亦都特别重要的。有得射了，今次得不得啊？龙门啊，失了这个波都还未知什么事啊！好彩他的队友的后防反应够快的。龙门没收了这个波了。哇，这些就叫 power 了。佩奥尔接了这球波了，防守球员真的很够警觉性啊。想入多一球波是好事来的，不过万一如果不小心被人拿到个波反击就危险了。浪高个波得手了，哎，入埋这球啊，安心点。值得欣賞的就是他們不單止是搶個球那麼簡單，還要是拿到個球之後怎麼做那一下好東西。
爺踢得越嚟越順喎。盧卡古威腳直線，試下壓埋去啦，個波傳向左翼，個波飛咗出嚟，邊個射門啦、啊？又入一球啊！領先三球啦，點睇都冇得追啊！我啊中意佢夠冷靜啊，停一停先再射。3-0啦！牛正睇一个标之后就吹鸡完场啦，冇嘢好得过用个冠军嚟开始新一季噶啦。跟住落嚟，我谂大家都真系等唔切，球季正式开始啦。球员啊行上颁奖台，哇，做得球员都系好想感受呢一啲时刻啊，非常之光荣啊！